现在换右手啦，吸，好，右手伸展出去，左手往下无限的延伸伸展，好，动作很单纯，效果非常有效，不相信各位可以伸展一下，就会很喘的，好，来，停，收手。第七滑了，现在第八滑，好，来调息一下，伸出吸，吸跟吐，吸的时候由单点吸上来，吐气。接下来第八方法，来吸气，两手压缩在胸前，把所有的力气集中在胸部里面，尽量挤压。所有力气往内挤压，这个各位可以试试看，这个动作非常喘的，因为我们是憋气，憋气，好，松，吐气，调息一下，吸吐，我们希望我们国人都能够非常健康，我们在座的各位啊，都能够身体健康快乐。所以回去的时候有空我们可以做一做，好，调息一下。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动作就是第三个动作了哈，背后齐肩百病消，背后齐肩百病消，这是八段锦里面的把它改良的动作，来，预备，好，预备，开始，这个拍掌啊，手掌可以五掌六腑都有震动到、按摩到，所以我们这个拍掌的时候，对我们五脏六腑，还有我们脚齐颠，一颠的话，我们脚的里面的六个经脉、六个脉络，通通有所运动到啊，所以这个背后齐颠啊，这个运动，把经脉打通掉了啊。现在这个是按摩我们所有的体内的淋巴结啊，淋巴结啊，头部的淋巴跟脖子淋巴都在这两边啊，所以这样按摩它啊，一共分四个步骤啊，第一个再来拍，第二次啊，拍掌啊，背后齐颠百病消，要大力一点，然后脚的淋巴线，脚痛的话就在两边待一下哈，也有砍汗，先按摩按摩它哈，这样非常有帮助。第三个是身体跟手的淋巴线是在肩膀啊，腋下这边啊，肩膀下面腋下这边，这个都是淋巴线的按摩啊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耳朵后面的按摩。当然打是轻轻的按摩，不要打到脑震荡啊。这个三个啊，可以了。我们以上这个是一种太极拳的。